有一两层的一个观察啊。那我先声明一下哈，这里有五颗球，然后呢，带着你帮我检查一下，懂了吧？啊，五颗球，然后呢，有四颗红色的，啊，四颗红色的，然后呢，有一颗是蓝色的。那待会呢，我们会请同学一人拿一颗，一人拿一颗就好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我要猜猜看呢，谁拿蓝色的球？谁拿蓝色的球？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先把它放进去，检查过吧。好，我先把它放进去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先从，好，从这边好了。你是一号，你是二号，三号，四号，五号。然后呢，重点是什么？你不用选，你就直接拿一颗起来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你也不一定要看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不可以让他们看到，就是你不能让观众看到，因为呢，这种模式最怕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知道这种模式最怕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不是，这种模式最怕串通，就是说观众呢有我自己的人，他是过敏，然后他会跟我讲说啊是哪一个人，他会跟我做暗号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要跟你讲，你拿起来的时候一定呢要很小心，不要让他们看到，好不好？也不要让我看到嘛。啊，你要看也可以，不看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人拿一颗。好，等一下啊，从这边开始哈。好，一号先拿。好，二号。好了吧？好，三号。好了吧？好，四号，还有一颗，五号，好，拿了啊，好，没了啊，没了，好，没了，好，那个我们同学哈，也可以试着看看，观察看看啊，好，好不好？看你们有能不能猜得中，好不好？那你们没有给他看到吧？保管得很好，好。那接下来重点来，你们知道你自己拿的吗？都不知道，那我跟你讲，你现在啊，自己哦，自己哦，偷瞄一下，偷瞄一下，好，开始哦，自己偷瞄一下，好了没？好了没？好了啊，我要转过来了，好了啊，好，不知道啊，好，待会呢，我会问你。你是不是拿蓝色的球？然后呢，你就说不是，你也说不是，你也说不是，不是不是。我问你是不是拿蓝色的球，你都说不是，好不好？你看那个警察抓到小哥，对不对？说哦，是不是你？啊，不，小警察啊，不，小哥说啊，不是我啊。然后警察说啊，无名就有人说是你，他坚持。不是他，怎么办？测谎，对不对？测谎，好，那我们不用测谎嘛。我要问你是不是，你这样回答就可以，你就说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好不好 ？OK 啊，好，那同学可以观察一下，好，开始哦。哎，我还没问呢，这个等一下再处理。你拿蓝色的球，哎，很近。你拿蓝色的球，哦，这个一定不是，我可以感觉得出来，好不好？你拿蓝色的球，我还没问你啊，你摇头，你是坐着嘻嘻吗？前号哈，前号哈，都先删掉，好不好？好，猜这三个就好。你拿蓝色的球，你拿蓝色的球，来看一下，没有，你们都不打自招了，这我还没问的说没有啊，你拿蓝色的球，哦，他是蛮坚定的，再问一次啊，你拿蓝色的球，等一下，这。现在剩下两个，我觉得你拿蓝色的球，
确定不是，确定不是。好，我再问一下，你拿蓝色的球，确定不是，真的不是，不是你拿的。好，好，你们刚才知道是谁拿的吗？好，我现在呢，根据我的调查之后呢，我认为是第二位。看一下，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这个有时候会猜错的哈，这个要很小心的啊。